各位雇主大家好，咁啱啱個星期日咧，菲律賓係 confirm 咗咧，暫停工人嚟香港，截至到2月29日嘅。咁啊呢段期間咧，大家雇主係冇金融用，咁點算咧？2月4日咧，香港政府咧有一個新嘅措施，係惠及到部分有個舊工人用緊嘅雇主。咁內容就係、一般如果現時屋企有工人嘅雇主咧，如果你想同佢 extend visa， 以前就只可以 extend 1个月。咁而家咧，你就可以 extend 到5月31日。咁呢個措施咧，就要需要符合兩個條件。第一就係僱主同工人雙方要協議啦。咁第二就係呢一個工人咧，同你本身個合約嘅屆滿期咧，係喺今年嘅3月31日或之前。咁只要符合呢兩個條件咧，咁再加上以下咧呢啲所需嘅文件咧，你就可以作一個申請噶啦。如果你有啲咩問題，歡迎你 inbox 我哋啦，或者係揾我哋嘅顧問團隊。